本节目由拉拉 Move 赞助播出。拉拉 Move 是24小时服务的即时物流媒合平台，手机 App 一键下单，提供各种车型可以选择，还支援多点配送服务哦。一张订单可以送达很多个地方， GPS 货台追踪可以让你掌握送货进度。那今年呢，他们还推出了跨县市物流服务，除了南投、花东、离岛地区，全台都能送到呢。专件包车越远越便宜哦。所以呢，你不管是公司行号要快递文件，门市货件要运送，或是说电商仓储出货、自助搬家，当然还有最近所有人民都最需要的餐厅外送服务，全部都可以使用拉拉 Move 哦。目前营运范围为双北、桃园、台中、台南及高雄，未来还会持续拓点哦。然后即日起到7月31日，双北、桃园地区新用户首次下单输入拉拉瑞100，其他地区新用户首次下单输入优惠码拉拉瑞30，就会送你最高100元的优惠。详情请见我们节目资讯栏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本节目现在是在空中录制的，所以音质有点不好，请大家多见谅喽。主题是关于胯下的那些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十几年前是以胯下界天后这个名声出道的，可是现在呢，市面上有一个更厉害的胯下界天王，你知道我努力耕耘了十多年都没有他这一阵子红，而且呢，他几乎是在台北市每7个妈妈就有 1.35个被他看过胯下。这个厉害的胯下大师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欢迎胯下界的红人暖男医师核心金城武，核心妇产科的院长林思宏医生。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思宏。还有那个我的先生工程师，大家好。哎，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最近这么红的心得？你最近爆红的心得？我没有啊，我最近没有爆红，我们是很衰，好不好？少来少来、啊、没有，我们本来就是专注在生小孩这件事情，嗯，但是就是大家可能也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生这么多，嗯对对对，自己开心成那样。真的，这个数字讲出来我也是真的是觉得蛮震惊的。应该是说台湾真的吃红，真的 生育率真的是很低，嗯，全世界最低是真的，嗯，只是在我们诊所目前好像没有感受得到，所以就是这样。好大的口气哦。没有啦，没有。欸，那有人说刚才小心翼翼的说是不是不应该谈一些政治问题，但是我又忍不住问你，有一个人说没有那么喜欢在胯下讨生活为什么你乐此不疲呢？没有，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也不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开始学医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对于老病死都很没有兴趣，就是让去那种肿瘤科，然后就看到哎，你这跟这个阿嬷处得不错，感情蛮好，但最终他就是会过世嘛，会死掉。嗯，对啊，那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哎，你把他就是照顾，也没有办法说照顾得很好，他就可以长长久久，但是其实不可能嘛，想也知道。嗯，但是哎，唯有妇产科这件事情，哎，你可以跟你的产妇变成朋友，因为他来找你不是因为生病，他是来找你生小孩。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哎，对我的这个个性来说是蛮不错的一个工作。哦，哎，我也听过有人说，医院所有的医院只有产妇那一层是粉红色，然后就永远开开心心的样子。对，真的。哎，那因为前一阵子呢，我为了想要蹭你的流量，就放了一张你拿着我的胎盘的合照。对，是你的胎盘，不是我跟你的胎盘合照，而且还是你拍的，你看多荒谬。我跟你讲，记者报这个新闻人物，他就会在你的那个网页里乱抓照片，或是抓你平常嘴歪眼斜的照片，然后或者是真的。对啊，所以你就是要放你自己已经拍好的照片给他，让他抓。对，最近上新闻的照片也都抓一些我们很肥很丑的，虽然我们本来也不瘦。对啊，你有瘦的照片吗？告诉我，除了20年前的，你有瘦的吗？有啊，还有很多啊，拜托，脸歪的都可以拍成直的。对，就 是那哎，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你给我一张瘦的照片，我帮你留言，看会不会有人。我跟你说，我在那个18岁的时候有被星探发掘，那一系列的照片真的很经典，我们就一张照片来摆。被星探发掘做什么？哎。
我本来差点要去拍雪露冰淇淋汽水的广告。哦，我好像听过这件事情，就后来被真的金城武抢走了。金城武后来金城武抢走，而且那时候对手是大 S。嗯，大 S。哇，天啊，你都还记得，难怪你叫核心金城武，是因为他曾经抢走你的位置。不是，是我让给他。因为我不接这个通告，所以他后来找到，所以金城武才有机会崛起。天哪，天哪，好棒的往事哦！还有我要离题，还有我要说到说回我的胎盘，有人跟你要回过胎盘吗？因为后来就发现很多人说，天哪，我都没有看我的胎盘。但是最可怕是有一个网友说，我的胎盘还在我的冷冻库里。你觉得有可能有这种事吗？有欸，真的有人把胎盘拿回去啊。因为大部分会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把它洗一洗晒干磨成粉做成胶囊，就是自己吃掉。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把它洗一洗，然后就摆在冷冻库，然后拿出来解冻之后用麻油煎，然后直接吃。那很大一个欸。啊，你可以削块啊，你可以不用吃那么大块哦，所以应该先切再冻哦，冻好不好切？都是的，什么结论？一个祖父的结论，真的，真的很多人吃欸啊。你要去日本打胎盘素很贵，嗯，但是你的自己的胎盘真的拿来吃，就是感觉就哎、欸、比较安心一点哦。然后里面也都是胎盘素啊，天哪，哎呀，很好奇那个口感是什么、欸？我觉得像干莲吧，看起来脆脆的。哎、欸，听起来吃起来像是那个猪肺，他们说比较最像的是猪肺，又不像猪肝，是猪肺。所以还会有人跟你分享？有啊有啊，那你没有加给吃一口？有啊，他说要分我一个，我说不用这么客气。哎、欸，但是那真的营养，真的很营养健康吗？还是其实就是不吃白不吃而已？我没有吃过，但是我有蛮多产妇跟我分享的，就是我当然不能讲他是谁，就是蛮知名的人物。他说他是观音对不对？还要爱猜？不是，观音吃完不是男的、oh. 吃完之后。他说他的花粉症都好，本来他还有花粉症，然后吃完之后整个腰本来的旧伤都好了，就觉得自己充满力量。天哪，大还丹的意思，腰有旧伤一定是周杰伦。不要再乱猜，你猜不到，就是一个平凡人。Oh. 然后也有女生吃完之后就说她皮肤变好了，整个人就是黑眼圈都不见了。哎、啊，那要保冰吗？比如说我们要带着保冰袋，请拉拉幕府在门口用保冰袋，然后赶快带回家。你是说当下、哦？不用，因为如果说取精不是要当下几分钟内马上送到医院这样？对对对，要因为精子会死掉，会不会动？那胎盘不会？讲到精子，胎盘不会啊。哦、oh. ，胎盘大概就是它出来就是热热的嘛，然后我们会先。把它冰在冰箱，那如果平常没有的话，我们都是冰在冷冻库，然后就集体一起会有那个回收公司来把它收去，然后烧掉这样子。哦，可是你刚刚说了这么多奇效，我觉得会有人，我还以为是回收公司拿去做那个胎盘素，对，吓坏我了。没有没有，可是以前的一些妇产科确实有把它卖给一些这种中药行、哦、像我们是没有了。对，因为你刚才说这些奇效，让我觉得胎盘好像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有啊，中药是叫做纸盒车啊。嗯，也就是说可以跟医生要回自己的胎盘，直接带回家。可以可以，绝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啊，哎，我觉得这样说过以后，会有很多人要去要、欸，哎，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蛮好，不然我还是要拿一个冰箱来把这些胎盘都冻起来。哦，他半个月才来收一次我一大堆胎盘，吓死了。哎，那可是因为我已经来不及啦、啊。可以做胎盘批发这样，胎盘批发商。哎，其实我相信真的有人在收这个东西，只是我们没有拿去卖这些东西。一定有啊，因为不然胎盘素面霜是用什么做的？哎。那个胎盘素面霜是用胎盘或脐带血，对啊，我知道，所以我说一定是有人在收购这个啊，不然的话一个人的怎么可能够批发呢？阿P婆都在那个第四代卖啊，胎盘素面霜感觉卖得不错，很没有说服力吧？你这样说、啊，可是我觉得它里面真的充满了胎盘素，但是你把它拿去吃进去，经过消化道，我觉得都会被我们的胃酸都腐蚀掉了。对啊，所以真正有用的应该是把它制成萃取物，然后打到你的血液循环里。这个直接用打的、啊，对，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胃，怎么可能？对，这个就是日本胎盘素他们的整个通路是这个样子。所以听到这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要回自己的胎盘。医生专业的见解是，其实吃应该是心理作用，应该还是打进去比较有用就对了，是吧？对，理论上是这样。哦，但是他们吃完好像都有神奇的疗效。你闭嘴，我是没吃过，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再吃了，你还这样子，你还这样子，我好像去核心领一个，我就挂号领一个。哎哎哎，讲到这个，我们诊所有一个医生，嗯，他之前就是撞到，结果脸受伤，嗯，然后他就用胎盘来敷脸。
天哪，是城堡人、欸、对不对？是城堡人，不是，不要再猜了。欸、每次你讲这个都让我觉得好像是港片，真的哎、欸，三金之类的，完全看不出来哎、欸，那个真的很有用哦。他敷了几块之后，应该是因为冰吧，就像拿一个冰的鸡蛋敷在脸上。敷鸡蛋有用吗？很多人撞到会拿一个冰冰的东西，对啊，好像就等于是冰敷的意思吧。哎、欸，你是医生，不要教这种奇怪的事情。真的是因为冰敷还是因为胎盘？你给我说清楚。应该是还是有一啊，算了算了，不要乱讲好了。等一下被人家骂。还是有些神秘的力量吗？对啊。哎、欸，那最近因为防疫的关系，很多人说会有那个疫情宝宝。你最近你产检，你有感受到人变多吗？我觉得没有哎、欸。我也觉得没有，都会吵架吧？啊、怎么可能会真的？对，都是吵架。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能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嗯、就是好像两个人没事在家就会生小孩，不可能，哪有这么的，又不是动物、嗯、对不对？老鼠关在一起才会生小老鼠、啊、人没事在家里就会生气啊，一直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对啊，互相殴打对方，对啊，对啊，比较有可能，所以、okay、不过你说防疫宝宝可能没有，但是因为疫情不敢去医院而来诊所的这种比例确实是增加不少哦，哎，真的耶！你是不是发了灾难财？你说，就我们的生产数是确实变多，对，有哎，其实我弟媳怀孕了，我也说，哎，要不要去河西？去大医院有点危险。对啊，对啊，他就说河西人太多了。没有啦，我们也是有比较少人的医生。哎，听说，等一下，那要不要顺便宣导一下？因为七月一号是不是有一个新政策可以做那个试管，对不对？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对对对，你最近好像很爱宣导，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因为台湾的生育率是世界最后一名，啊、所以这个台湾的政府就是现在从七月一号开始要鼓励大家生育、嗯，所以我们会重新开始了一个补助的政策。嗯，它的政策就是只要在台湾是合法夫妻，嗯，你们想要生小孩，但是生不出来，或者是你曾经有了第一胎、第二胎，现在想要生第三胎，都符合补助的条件。嗯，那它补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找到不孕症的医师，然后携带夫妻双方两个人的身份证件，嗯、然后经由不孕症的医师评估，确实需要进行试管婴儿的疗程，那这样子就符合补助的条件。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刚好趁这段时间内可能不会忙很忙碌，就闲散一点、嗯、然后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补助的金额蛮有感的，就是大部分大家可能有听过试管婴儿的疗程，大概一次的疗程就是从打针取卵然后到植入，这样总共大概是15到20万左右、嗯、而这一次的补助的金额第一次可以补助最高上限达10万块钱、哦、所以也就是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左右的金额都可以由这个政府的补助款来补助。那他补助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诊所或医院帮你申请，然后你还是一样要先付给诊所或医院这个试管婴儿的费用。嗯，那诊所帮你送出之后，国健署还是、啊、反正政府的单位会直接把你送出的款项，就是实支实付，最高10万块会直接汇回你的户头，跟这疫情的时候发1万块是一样的意思。你还愿意相信政府单位吗？我就问你一句。哎，讲到这个真的是很是就是我相信他对于老百姓不会，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医院真的这次被政府摆了一道，就是政府发给这个民众一万块，就你看新闻就知道说，哎，很快已经发了几十万人嘛、嗯、十几万人还是几十万人、嗯、然后结果那个我们不是可以帮大家去医院看病或者是去外面快筛站可以做这个 PCR 筛检，嗯，然后 PCR 筛检应该是补助筛检单位政府一个人要补助3000块钱，嗯，从5月15号发布疫情到现在，现在已经6月底了，嗯，没有一个医院拿到钱、嗯、对、啊、可能有些人习惯开3个月的票对啊，我只是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你采购试剂要成本，这些东西要成本，然后付给医师也要薪水怎么样，但是好像都还没有拿到钱 啊， 对啊，算了啦、嗯，对啊，算了，怎么能算呢？我觉得是他们是做的蛮好的典范，因为他们不是公立医院里面的第一个做的嘛，对不对？哦，对，应该是第一个、欸。可是我们是收自费，对啊，对啊是自费、啊、我知道是自费啊，对对对，我知道是自费，可是你还是提供人民一个选择啊。对，而且拜托，哎、欸，做这个风险很大，好不好？哎、欸，我们真的有筛检到阳性的呢、啊，那怎么办？所有的人都怎么办？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打过疫苗嘛，而且我们其实是在筛检站都是全套防护装备、嗯、
那我们筛检到确实到目前为止是有阳性的，那我们有进行通报啊，那个阳性的是因为他家人确诊，所以他也被隔离，那他已经隔离期满，他要回去上班，然后他们公司希望他去做 PCR。哦，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做出来是阳性，所以其实隔离14天之后还是有可能。对啊，你说比方说他是潜伏超过14天就对了。对对对啊，你说像那个你看那个台北市政府的记者会就说什么他们都有标准框列，什么都有按照标准程序满天之后会去做 PCR， 都骗人的啦，哪有那么这些人都没有啊，四处流窜。我们节目已经没什么人听了，你要害我们被下架对不对？这个你是不是害我们被下架？不能乱讲，你就说一句，你是不是害我们被下架？好了，我们没有，我们回到怀孕哦，因为你曾经说过怀孕的过程很美好，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只是肚子大而已，你根本就没有怀孕。对，我真的没有怀孕。那你凭什么这样说？你为什么觉得怀孕的过程很美好？哎，可是你不觉得你自己回想，两个小朋友在肚子里面有在动，然后你又不用帮他拔屎拔尿，又不用喂他吃东西，你去哪他就去哪，站起来就走他就去哪，你不觉得这样很美好吗？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跟生出来之后比，怀孕跟少女跟没有怀孕的人比起来，当然是没有怀孕的人比较好，可是怀孕跟生出来后比起来还是怀孕比较好。对啊，是嘛，对嘛，怀孕的时候有一种尊荣感。是，对啊，是。诶，那孕妇，因为孕妇常常会听一些五四三的知识，你觉得最荒谬的一些被恐吓孕妇的话，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说看，就是不要再相信这种事了，那是假的。没有，其实很多人就是说怀孕就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怀孕就是要少动，诶，有椅子就诶，孕妇请坐，孕妇请坐，我觉得这个根本都是没有必要的。对对啊，因为你自己变胖的时候你会想要多做什么，要多运动嘛。可是怀孕就是很明显是一个变胖的过程，可是你又少动就一直吃，那当然越来越肥啊。对啊，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奇怪比较奇怪的阿嬷的常识？还是现在孕妇很少这样了？现在已经比较没有了，以前说什么不能拿剪刀，手不能举超过肩会拉到脐带，然后不能搬家会动到胎气，然后不能动床会动到胎神，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或钉子之类，不能敲钉子。对，不能拿剪刀啊，一样啊，就不能搬家，不能装潢。我听到一个最荒谬的就是说，他说家里不能有打蝴蝶结的东西，因为他们说那个脐带会绕颈，孕妇的噩梦就是脐带绕颈，所以家里不能有打蝴蝶结。你不能摸肚子，不能顺时针这样摸，小孩子会转圈绕颈啊，所以你不能摸肚子，孕妇不能摸肚子。哦，有这种事情，我还没听过呢。可是我那时候很长，我是看到一个人说他就觉得不舒服，肚子很不舒服，怎么想都不对，后来一看，哈，天哪，家里的窗帘的袋子竟然被打了一个蝴蝶结，他马上就把那个袋子松下来，他肚子就好多了。这是蓝色蜘蛛网的情节。我是看到了，因为怀孕的时候都一直在查这些有的没的，就觉得其实是让自己心安吧。其实我觉得相信那些事，如果你自己就会觉得心安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不要太扯。对，而且怀孕很容易三人成虎。就是你看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哦，已经好前一阵子了，就是在播那个《甄嬛传》十年前吗？对，然后《甄嬛传》不是就是讲那个番红花，哦，然后会流产。对，这个东西就变成大家现在就真心觉得，而且最好笑的是我去吃那个西餐厅，那里面那个西班牙海鲜饭有番红花，它后面还夸号孕妇不宜食用，但其实没有这件事。啊，没有啦，根本没有，都胡乱的。它应该跟那个薏仁一样，只是会让你有一点点宫缩，但其实不会怎样。对啊，薏仁也不会怎样，完全不会，就会一点点宫缩。我刚才想说是到底是哪一位薏仁会让你宫缩。潘若迪，潘若迪，原来是杏仁薏仁，那个是薏仁。是薏仁，你是医生，你不知道孕妇不能吃薏仁，孕妇都会互相说不能吃薏仁啊。我都跟他们说可以吃啊，只有亏不能吃，不要吃亏就好了。OK， 那有一个孕妇网友说，怀孕到底可不可以那个呢？可不可以性交？当然可以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因为有的老公觉得他的那里会打到小孩。对，这真的是想太多。你觉得小孩长在子宫内，你平常性生活的时候怎么可能戳到子宫内？永远不会吗？很长也不会，黑人也不会，黑人也不会。我们子宫哦，它其实事实上是有一个子宫颈，然后子宫颈的前后叫做有前穹隆后穹隆，那两个字怎么写啊？穹隆就是一个盖子一个弓啊。OK， 就是弓箭的那个弓，隆就是一个盖子一个隆，就穹隆，所以反正永远不会碰到它就对了。对对，它会这样子滑过去。哦，它会经过，它可以去探望一下它的孩子。对像探监一样，隔了一个膜，隔一个小窗子，但是还是可以看一看，看他两眼这样。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因为精液里面会有前列腺素，我们叫做 prostaglandin。嗯，那这个前列腺素会刺激子宫，造成一些收缩。嗯，那、啊、这是事实、嗯，但是这个叫做假性宫缩、嗯，它没有关系。哦 ，OK，、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孕妇的胯下的事情。我们终于进入主题了，聊了半小时、欸，生过的人应该就知道，怀孕不难，生小孩不难，带小孩是有点难，可是生完小孩以后问题一大堆。我们这边呢列出了五大产妇胯下的难言之隐，我们可以请那个陈武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到底该怎么办？第一个，听听看，痔疮怎么会跟着小孩一起生出来的呢？对，痔疮这件事情真的很讨厌的，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因为子宫一直变大嘛，嗯、重量压着小朋友、嗯，然后它会造成我们肚子的腹压增加。嗯，那因为直肠也是在属于后腹腔的一个器官，嗯，所以它一直压着，就是长时间的血液循环不好，嗯，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们那边的血管比较怒张，嗯，也就是说类似静脉曲张的概念，嗯，然后因为用力的时候。就又把这样子的血管挤出来，这、嗯、就是变成痔疮。哦，那怎么办？会好吗？如果是怀孕前没有的话，通常生完孩子之后半个月一个月，它会慢慢的这个血管会比较没有这么怒张，它就会慢慢的扁掉，那就有机会会缩回去。只是有机会，我个人的经验是，我觉得生第一胎会缩回去，生只要事情牵扯到第二胎都会比较难。对啊，因为第一胎、第二胎就是第一胎的再加成上去嘛，嗯，所以感觉就会变得更严重。那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没有办法根治？只要不影响生活，就不要理它。如果说真的是刚生完才跑出来的，可以泡泡温水啊，温水坐浴，嗯、可以塞一些这个痔疮的药膏或者是塞剂，让那边的血管收缩，让它有机会可以跑回去。嗯，但如果没有跑回去，有的人会觉得说，哎，这上厕所清洁不方便，嗯，或者是不美观，嗯、可能老公看了不美观，那这个当然就可以考虑用手术了。方法把它切掉。哦，需要趴三天吗？不用啊，现在手术都很进步啦，现在手术都是一日手术，手术的时间大概都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当天就可以回家，然后也不会影响正常的上厕所。哦，对对，其实蛮方便的。我问这么细，大家就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没有，可是这个其实你问的很好、欸，因为很多人不好意思讲，对啊，然后不好意思看，嗯，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觉得痔疮科医师。大家都会觉得啊，好像讲痔疮这件事情很不好意思，嗯、或者是因为很害羞，因为这等于是自己最私密的地方。嗯、但其实真的有医师专门在看这个病啊，就跟我们专门在看胯下一样。嗯，所以 OK， 去反正你就找专业的医生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就对了。对，没有错。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真的不影响人生活，你就把它当做你的耳垂一样，不要理他。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通常就是要用那个免治马桶去冲哦，才比较洗得干净，不然它有时候会有皱褶，你知道吗？肛门本来就有皱褶啊，就是出来那个耳垂还是有皱褶，而有时候会在缝里擦不干净。哦，不要不要讲这么细，好了，好深刻的描述呢，答你知道了吗？那产后打个喷嚏跳一下就会漏尿怎么办？欸，这个也是很讨厌，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个是没办法，生小孩就是会这个样子。嗯，其实为什么会产后漏尿，常常是我们那个尿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角度，我们的尿道其实有一个角度，嗯，所以它在你上完洗手间之后这个角度会重新出现，它就会好像是一个止水阀，它就把尿切断，它就不会再漏尿。嗯，但是生产的时候因为小孩子这样把它推挤出去之后会 把这个角度破坏掉、哦、所以就会变成好像少了这个止水阀、哦、基本上简单 来想就是我们本来的那个应该是说我们的洗手槽下面都有一个半径折起来避免蟑螂可以爬过去这个状况、嗯、但是这一个一勾不见了变成平平的一条水管、哦、那这个东西就会很容易蟑螂就会爬出来尿就会渗出来一样的概念。哦，所以跟自然产或剖腹产是没有关系的。自然产会比较严重，嗯，对啊，但是剖腹产腹压增加的状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哦，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如果说啊、真的有这个问题，可以这个有阴道的一些雷射、嗯，特别是针对阴道前壁，就是接近尿道的地方。哦，它雷射哈，其实事实上就是一种热能、热概念。嗯，大家有看过烫小卷吗？有，会弯起来。它会 Q 起来、嗯、所以就是一样会有这个热能去针对阴道的前壁做治疗，那它就会让那边的阴道壁比较
卷起来就比较紧实一点。可是有时候就可以不刻花，它都不太卷啊。哦，那就是刻花一下。可以，也可以用镭射刻个花、啊，对，也可以刻字啊，刻个字，刻个修昂。哦，就是修昂到此一游之类的。反正就是，哎，可我是听说镭射好像要定期再去做，就是不是 一次就可以解决完所有问题，就是可能一年以后要再去一次，对不对？啊，对，因为镭射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打肉毒的概念、就是它会慢慢的皮肤又会恢复原本的状况，所以镭射就会需要多次的治疗。那如果这个可以解决，它毕竟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方法。嗯。哦，所以就是接受度比较高。哦，反正其实呢，医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你真的很困扰，就可以去透过医学方面，就是可以去请教医生。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觉得有运动有差。有运动绝对有差。有运动其实比较不会，就是可能你下半身束的比较紧。对啊，真的有差，其实真的有差、就是很多还是要比较恢复正常一点的生活。对，就是孕妇不要放弃运动，但是你也不要因为你以前从来都不动，就因为怀孕特别去运动，也是不要。但是呢，如果你以前就过着正常的生活，其实对恢复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对，没有错。OK， 那当然最糟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方法，也都可以处理啊。对啊，反正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啊、真的很困扰，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哺乳后乳头变成很大该怎么办？哎，这个真的很难呢，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喂完奶之后就是乳晕变得很黑，乳头变得很大，而且这个胸部的上半部变得啵啵这样子。嗯，啵啵怎么讲？国语叫做什么？木瓜奶。嗯，哦，一定会啊。那怎么办？木瓜奶有办法解决吗？木瓜奶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胸部这一块哦，真的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恢复原本的样子。对，其实不可能有人说他可以做那个什么胸部掌上压的，那叫什么伏地挺身什么之类的，可以锻炼胸肌。我跟你讲，不可能，除非你胸部本来就很小，越大的越垂，它绝对不可能恢复。像乳晕也不可能，有一个人他嘴硬跟我讲说他乳晕有缩回去，林可彤、啊、我说你只是看习惯、啊、他说对，他说他有缩回去，他还说可是我有缩回去耶，我说你只是看习惯了吧。对啊，不可能的，说老实话不可能。对啊，大概只能靠内衣或者是调整型内衣穿搭让你的胸部看起来还是很坚挺很漂亮、但是其实衣服一脱掉，内衣一脱掉就会恢复原状。对啊，松城师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嗯，真的有点小小的困扰的。对啊， 总之就是回不去了，而且哺乳后胸部真的会变小。欸，那工程师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吗？他怎么敢？我觉得还好、欸、他怎么敢？对啊，我觉得还好、欸、真的、哦、真的，因为你都有关灯。这当然也是啦。没有，可是真的会变小啊，因为你是上胸没有肉了，然后就整个会往下垂，真的会。嗯，而且我跟你讲，我最糟糕的就是我喂到我发现我怀了第二胎我才停，所以我怀孕我又开始胀奶。刚说天哪的是谁？是我老公，是我。那我问一个问题哦，所以假如有人因为这个必然会发生的状况，他就选择不亲喂，有。有是轻微造成的吗？因为你挤出来一样，跟轻微应该也是一样的，轻微跟平胃都是会有，那他就是不喂母奶啊。对，会好一点吧，应该有人这么不喂母奶一定会好一点啊，绝对会。你说出这个就会被母乳协会骂。对对对，但是因为哺乳确实有没有，我们真的在奶量多的时候三四个小时或者有时候比较七八个小时才挤一次，一次都可以挤两三百 CC。 对，两三百 CC 其实是一罐一开罐的。嗯，那你分布在你两边的胸部、其实这个量很多，它被挤掉了当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会扁扁的、那你退完奶之后更是没有这两三百 CC 胀起来，那当然就会变成像木瓜奶这样。对，真的，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在于它每天一直胀一直缩，就气球一直吹饱，然后泄气，吹饱泄气，它真的就会松掉。而且胀奶那个很可怕，你没有办法想象，是真的可以胀到锁骨以下、欸。我有时候胀到太久不挤哦，那个锁骨都会看到奶在那边。锁骨，锁骨会鼓起来啊，太厉害了！以下全部都是奶啊，因为就是胀成那样啊，然后你又挤到干，真的就会这样，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哎、欸，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这个也是我去访问整形外科医师才知道。嗯。你觉得隆乳的人是生小孩之前的比较多，也就是年轻女生十几二十几三十岁的人比较多，还是四五十岁的人比较多？
四五十也太过分，我觉得生完。对啊，就四十岁左右嘛，三四十岁、啊、生完大概也要四十岁了。嗯，生完奶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就会去隆，对不对？对，那你觉得隆的比例是前面年轻的比较多，还是后面的比较多？我觉得是年轻的比较多、啊。那你就是没有在看我的 YouTube 频道，因为曾经他在我 YouTube 频道上说过是后面生完的比较多，对不对？对，而且比例多哎，是三分之二是生完的，三分之一才是生之前的、wow ，所以这个因为你曾经拥有过他，你又失去他，你就会更想要拥有他。原来是这样，对，都是因为大家不关灯造成的。没有，有时候真的也是照镜子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啊，怎么会？就是腰已经没有那么水蛇腰，但是胸部又形状跟以前又不一样，嗯，颜色又不一样的时候，看了真的会自己心情不好。哦，反正如果你真的会心情不好了，一样是求助医学就好了，真的很痛苦也没有用，对不对？对，包含乳晕或者是乳头太大，都可以借由手术的方法把它恢复原状。所以我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哦、就是乳晕到底要怎么缩？是把它摘下来，然后把边缘剪掉，再把它缝回去吗？还有有时候。就是雷射可以打一部分掉哦，雷射把边边打掉，打成肤色。对对对对对对。哦，它、乳头的话就是要用切掉手术的部分。对，乳头会变很长，而且很粗啦，很粗，很大一颗。葡萄干有没有？你又讲得太深刻了，太深刻了。OK， 那产后多久以后再开机比较好呢？既然是用切的，我有点震惊……我们已经到下一题了，你可不可以放？你可不可以放下心中的奶头呢？你可以吗？你告诉我你办不办得到？如果你办不到，我们可以再聊一下。没有，可以请放下心中的奶头，好不好？那产后多久可以开机呢，医生？欸，我有碰过产后一个月就怀孕的，好可怕哦。对啊，对啊。那太可怕了。工程师跟他哥哥好像差不到一年，浴血，因为没有浴血奋战，对，但是就是一年上下，对的，很可怕、欸，就觉得嗯，所以没有差啦，只要你不怕，就觉得有点猴急这样。只要其实我自己觉得比较不怕，你又因为在生产的时候缝过，你就会觉得心里有创伤，就会觉得不敢。可是其实只要没有缝过，好像没有那么怕。所以照理说，以你这种说法，剖腹产的人会比较早开机。可是剖腹产也有一个伤口在那啊，剖腹产更肚子、啊、那个伤口更难愈合吧，在肚子上，所以还是可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对不对？对，就是恶露干净了，基本上是可以的，不可能因为性生活把这伤口又弄裂了，绝对不可能。哦，可是比较难为的就是你会搞不清楚你到底会不会怀孕，因为你没有办法计算安全期，你有可能月经还没来。对，所以不想怀的就是要避孕，那个时候也是会怀孕的， 对不对？正确，正确。OK， 好了，那其实最后一个单元呢，你觉得女人的天生的容易妇女病吗？还是男生也有，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女生当然还是比较容易妇女病啊，因为女生的这个器官的结构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洞嘛，它会有腺体，所以它就是你外面如果上完洗手间不管小号或大号没有清洁干净的时候，它距离这个阴道口都会很近、哦、那当然就会容易由下往上感染。哎，那是耐孕没有用吗？预防感染有用，但一旦感染之后就是必须要用抗生素，要看医生来治疗。哦，所以男生比较不容易，所以男生就算尿尿不擦也没有关系吗？理论上是因为尿道比较长。我正想问医生欸，我儿子尿尿都不想要擦鸡鸡，你觉得这样无所谓吗？欸，可是我尿尿也没有擦鸡鸡。我没你会抖干净，你是大人，你会抖干净吧？哦，对对对对对，你不至于会有一个牛仔裤前面还会有一圈吧？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所以医生你尿尿完以后哦，医生穿的医师袍其实是因为他要遮住那个圈。没有啦，真的就是还是会有发炎啊，不然也不会有一种病叫做包皮炎啊。哦，但还是会有，但比较不容易。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要割包皮吗？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嘛，因为你如果包皮太长，然后它会把那个我们的所谓龟头包在里面的时候，一旦尿液没有干净，它就会残垢，好像女生的这个阴唇一样，把一些藏污纳垢包在这个龟头跟包皮之间，那当然就会容易发炎，那就龟头炎或包皮炎。就像你睡前含着一口可乐，然后硬不吞下去，然后就蛀牙。对对，概念是这样，没有错。哦，这个解释很棒哎，我都可以这样解释。不要列入。不是吧？你睡前含一口可乐，然后你还没吞下去，那你就被呛死了。不管啦，就是这样啦。那女人真的吃蔓越莓很棒吗？会啊，会有啊，就预防嘛。除了蔓越莓还有什么？就保持会阴部的干燥跟清洁啊，或者有些会有人用那个女性的私密用品，嗯，那它就是可以拍一些粉在你的这个裤垫上面，那保持局部的干燥，那可能还有一点消毒的成分。所以即便有一些
尿液或者是没有擦干净，也比较不会感染这样。哦，好啦，那最后呢，想问大家，台湾的天气是不是对下面女生的下面很不利呢？是不是真的不能穿牛仔裤啊？因为我听过很多女生说，她戒掉牛仔裤以后，她下面就比较不容易痒痒的。其实痒大部分大家都还是霉菌感染，就是所谓的白色念珠菌。嗯，它最主要还是因为闷热潮湿加上分泌物这些东西都在一起，变成一个霉菌的温床。嗯，所以如果你穿的牛仔裤但是是在比较室内的环境，这个空气都蛮凉的，这个温度蛮低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哦，所以反正你只要保持它的健康干爽，然后只要吃的健康，就是常常清洁有做好的话，其实问题也不会那么大，对不对？其实这个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作息，还有是你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哦，因为我们女性的私密处本来就不是无菌的，它本来就有好菌有坏菌。那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你一旦把这个身体的状况比较差，这个平衡变坏了，再加上你又闷热又穿很紧的牛仔裤，这一些问题加总起来就会容易发病。 OK， 好了，那最后你有没有话要跟柯文哲说呢？怎么叫这么快？我以为你会突然你会因为冷不防而说出你的真心话，没有想到你讲。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你还真的有话要跟他说吗？尊敬的柯市长你好。他不会听啦，不要这么俗辣啦。真的没有？那我要跳下一个单元咯。没问题没问题。好的，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红灯，那就请思红一起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咯。我会念出题目哦。没问题。小女子我今年40了，有个男朋友交往了4年，生活习惯跟日常相处还算契合，跟我家人也相处得很好，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性生活不和谐。诶，我儿子在旁边呢，还硬度不持久，我在旁边呢。但吃药也没有什么用，后来就越来越懒得试了。说真的，不想结婚这也是一个原因。可是呢，我都已经40了，我要再重新下苦海去找一个适合的人，又觉得好麻烦，而且好难，这真的很难为外人道。那觉得大家觉得来宾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医生？我觉得无解。真的吗？难道你不会说吃药或是看医生吗？可是他不是说吃药了吗？他不是已经吃了吗？欸，真的耶，因为我一直想着我儿子在旁边，会不会吃错药？那不然就是手术呢？不然就是要刚才听到手术治百病，手术没有用啊。那不然就是要一起去看医师啊？对啊，欸，所以不持久，他如果吃药没有用，对手术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没有没有办法，又不能里面装一个骨头变成永远硬硬的。哦，对啊，入猪也不行这样子。当我没说。可以吗？入猪可以吗？医生，入猪只能让它局部 变粗吧，然后还有就是刺激感变重，但是对于这个阴茎海绵体来说是没有任何帮助。哦，而且也没有吃任何东西可以帮助它。有啦，就是当然就是说威尔刚啊、西力士啊这一类的或许有用，但是他说已经没有，他已经说没有用了，就是没有用。对啊，这有时候 是感觉问题，男生其实是很敏感的动物。这你笑出来。我现在变两性专家。哦，那你建议他分手吗？就是如果性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会永远困扰着他。对啊，那当然如果他觉得性生活这件事情不是占他生活中很重要一部分，那当然我觉得既然就像家人感觉也蛮契合的，当然是可以继续啊。哦，嗯，我自己是觉得反正婚后性生活真的没有很重要，如果你要带走与其一直想着这件事情，不如看本好书，看场好电影。欸，小红，我问你哦，跟工程师，你们觉得试管婴儿，刚刚讲到试管婴儿嘛，试管婴儿这件事情有在你们的考虑当中吗？你说要是我没生小孩，还是现在？对，要是你没生小孩的话，我应该会。会吧？真的？对啊。欸，如果没有生小孩，然后又很想要小孩。欸，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没有小孩就去做试管。嗯。但是我已经听到非常多的男生觉得没有性生活直接打手枪就可以生小孩这件事情他觉得很恶心，他怎么样也不愿意去做试管。真的吗？非常多，真的很多，这个比例我真的是有吓到。啊，那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他老公也是很反对说要去做试管，死都不肯，后来他做过一次以后，哦，上瘾哦，他就觉得说，因为他再也不用说今天几月几号的几点叫几点我们必须要来一发，你知道，因为要生小孩的人就是这样啊，他不会说老公可能是今天想要去打高尔夫球，明天想要干嘛都不能去，就是要被锁在家里来，然后还要期待几天以后太太失望的从厕所走出来的样子。
她突然觉得说、嗯、哇，我只要打一下就可以有小孩了，多棒。然后她就说她老公就上瘾了。就是我真的、嗯、对啊，我始终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是一个问题。结果我发现我问到蛮多人对于很排斥做试管，不只是女生排斥说要因为要被打针或取卵这些动作、嗯、连男生都很排斥这件事情。他会觉得那不是他的吗？那是 AI 人工智慧。对，就觉得啊，这样子就有一个小孩觉得很没 feel。 嗯，哦，他该做的还是可以做啊。哦，也对啊，是不是不要这样想了。他又不是没有见过那妈妈、哦、对对对，因为好像这样讲也是。而且我真的觉得要生小孩这种事情拖得越久机会越渺茫。对，这是事实。对不对？可以有补助，现在有补助，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对啊，对不对、欸、而且这个补助有限额哦，大家知道吗？啊，不知道欸。他限一年四万个 case。哦，四万次。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就赶快去抢好不好、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就自己去查一下。反正呢7月1号开始有补助，而且是有限额的，有兴趣就赶快去抢咯。对，是的。那今天就谢谢思宏咯。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各位？没有，我们就要关咯。确定没有哦？好，这样 OK OK， 谢谢。好的，我们还没有讲完，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您好，我是宅女小红。那不管有没有收听，请麻烦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呢，请大家踊跃的留言，我们有可能会回的哦。今天就谢谢思宏带我们了解这么多胯下的事情，谢谢思宏，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